静电胶带沉一沉。你们就不能正常一点吗？不要想这种，就是老是想那种色色的事情，不要老是想这些。好了，我要死了。藏王真的没法打，现在。一号叉是植物器还是侦察机？什么鬼啊？一号叉当然是就是植物器啊。但我现在真的是极其难打，说实话，我能不能放弃他？真的是，到时候估计要放弃他。空的感觉，这个真的不行，就藏王真的就，哎呦，藏王之船还是太那什么了，太难受了。我他妈去玩雷神去了，来个鸡啊！藏王不卖船啊，到时候要重置掉，到时候研发只要重置掉它。我肚子开始有点饿了。摸到四点钟下播，摸到四点钟下播，然后去买臭豆腐去。穿了 JK 到处跑，他们说在日本穿制服到处跑是被警察抓的。哎呦，藏王是这样子啊，藏王暴毙的速度比什么船都要快，好吧？下午四点吃猪脚饭，今天晚上不吃饭了。牛头那是因为不，你也想一想，牛头能卡身，你不可能说那什么啊。牛头能卡身，德明又能卡身，然后你想一想，藏王能卡身吗？藏王做不到，只能在公海跳舞。对啊，就是因为逃学。会觉得你逃学，或者说被人诱骗什么的，好像是。是要送买，是要送买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学人家好了。一个提督就可以看教义直播，是不是更好？要不你们就只能等我自己心情好的时候给你们搞教义直播了。加速。你是要氪金呢，还是要让他自己好呢？就这个道理。